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今朝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江伟。香港今日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影響，天氣都相當不錯。首先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到在副熱帶高壓脊的支配下，華南地區以至到南海北部的雲量都是相當少的，所以預計香港這邊今日日間的天色都相當不錯，會是陽光充沛。不過留意天氣方面會比較熱，現在酷熱天氣警告正是生效的，如果大家有需要進行一些戶外活動或者外出工作，就記得要喝多些水，小心不要中暑。看回現在香港外面的最新情況，今早由維港望出去都可以看到天色已經是相當不錯的。另外氣溫方面，去到今早6點鐘為止，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溫是介乎24至27度的。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，預測香港今日會是天晴和酷熱，日間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33度，風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。另外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是會有11格，強度是屬於極高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都記得要做定防曬措施了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們預計副熱帶高壓脊接下來都繼續會影響我們，所以展望未來兩三日香港仍然會是大致天晴的，天氣方面繼續會是酷熱。好了，這次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，拜拜。